靠背，干！洗吧，为什么李欣会在这？他才一等，李欣断线跑过来吃红，然后遇到我，我也是跪了。啊，我头好痛啊！为什么人家刚好断线？为什么人家会刚好断线？我偷人家红啊，人家断线，这也太巧了吧！然后我刚好吃人家红啊，人家刚好断线，这是千分难得之一的几率耶！我觉得我明天可以彩发，去签发票了。全天下的，我现在好想唱小溪，一定是我没听歌的关系。别被打了，大哥！我被断线的杀已经很惨了，你还要欺负我？这个妖力，妈的，真的在开玩笑哎！还敢说没有？我真的很衰，我一定要放一首歌来改变我的运气。他又要跳出来了。又是在跟我说哎、欸，你看到坏人是不是？坏人，坏人！他大哥他六了，啊西北！我遇到坏人了吗？帮我报警！你知道吗？我去偷对面红，然后我打一打，对面李欣突然走过来，一等，什么东西都没吃，他断线。他为了防止我一等，然后李欣一等出来断线。我被放弃了，我被放弃了，好可怜哦。我在当 OB 啊，我像是转职当 OB 啊。这个奶达利进行一波中路 gank， 来来来，非常激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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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雷哥什么时候 TP 呢？那我看一下，雷哥还在上路，没事没事，这波进行中路一个大斧强杀，蓝方打得非常漂亮，非常 nice。废物，大家有没有粉眼？啊呀！哎，杀他，拜托！哦 ，nice！ OB 的这么辛苦，终于发薪水给我了。邪恶被制裁了，哈哈！给我买个粉眼，我来，换我来制裁你。干，感觉李欣在看着草丛后面。我闻到这个味道，干！哈哈，哈哈 ！5, 2, flash！ 干！不，哦。我这个传送给压力，妈的！
我只是走过来想帮个忙。我只是想帮忙啊，为什么要帮我？为什么要给我助攻？我不想要这个助攻啊！真他妈的，你要给我助攻啊！啊，数字不好看啊！因为伤心总是难免的。队友表示走一起。废物点心，再来啊！妈的！对，这里这里。错事了，错事了。我就这样赢了这场比赛，那我决定要这是一场，这是一个朋友学习，这是让我好好学习一场如何 OP 啊。